我们来形容的，因为它其实很显瘦，它 A 字的版型，然后它又有挺度，我就觉得穿起来非常显瘦，然后你的大腿也不会，就是我因为我大腿根部非常的就是比较猖獗，对，它很猖，我的肉很猖狂，所以如果穿很就是短裤的话，我都会觉得啊，我的大腿要把它挤爆了。可是这条裤子完全不会，然后又是你看那个洞洞的感觉特别多，你就觉得哇，我看起来是瘦的，我觉得四个颜色都是很好搭，因为它这个粉也不是很亮的粉色，它是比较暗暗一点，它好像那个粉，所以也是搭粉，对，所以你看，我觉得我搭身上灰色也很好看，还有做一个反折，然后它的反折是帮你扯住的，所以微掉，对，不会掉，你丢进洗衣机都可以。它的腰部也是有弹性的。弹性还蛮大的，腰带也松紧，是我不会觉得勒的，不会，对，是舒适的松紧，嗯，对，不会勒。然后它里面的包边也是有帮你包起来，所以 OK， 完全。然后有做这个荷叶边，也是很可爱，大包，搭 T 恤包，但也没有很合，对，因为有时候太荷叶的话，你上衣太不好挑，对，太蓬，可是它就是隐隐约约的这样，我觉得你搭这种宽一点的也可以把它盖住，也不会那个裤头很空，也很日常，对，很 OK。那白裤就像清爽，我觉得搭如果刚刚那件蓝色，也不错，也蛮好，对，很清新，就是很清爽，嗯，白色好搭。